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，爸来看你来了，你可别吓唬我们，全家的人都盼望着你早点好起来，你知道吗？铁头，你要是听到爸妈说话，你就睁开眼看看他们。铁头，你睁开眼看看爸妈，他们来看你了。铁头，你别让爸妈担心啊。进来。马总，你找我。哦，对啊，坐。郑国啊，我找你呢，想问你一下，你的集团公司呢，马上就要挂牌了啊。那么集团要挂牌之前，我想问你，有这么大的项目，你们集团为什么放弃了？我下一步工作的中心可能不会是北京。下一步目标在哪儿呢？江宁。江宁。郑国，你好不容易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，而且干得这么好，怎么想起来回江宁呢？